欢迎大家收睇健康解码。Wanda 啊，我想问一下你咩叫提取物啊？嗱，事而家我讲俾你听。咁啊，其实提取物咧大致分为三种嘅。咁啊，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，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，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。咁啊，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，咁啊，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，咁啊提取同埋分离，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抽出嚟，成品将会是一些粉剂啦，或者将佢压成片就可以进食噶啦。哦，咁即系好简单啦，即系将一千个苹果里面嘅成分营养抽取咗出嚟之后再食，咁我咧就唔使真系要食一千个苹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种营养啦。數福家人物橫看八大台，今日仍然有我，我是 Pauline， 仲有我是 Jack。有錯漏都要認，咁就對上一集咧錯得好緊要。籌安會嗰個咧係楊道，唔係楊安。咁另外咧，再對上一集咧話個華字輩對現實中個唐伯虎都好大影響嗰個係華廠。好啦，你繼續。好啦，今日咧我哋就要讲一个人物，都来晒不少啦。咁点解我哋要讲一个人物呢？先讲下近排就套剧，就好多人睇啦。大帅哥，冇错啦。咁啊，张伟健就翻去大台嗰度就演呢一个都可算系笑片啦。咁佢饰演一个军阀。咁我哋今日咧都亦都要讲一个军阀嘅人物。咁佢咧就叫做吴佩孚啦。吴佩孚咧就响当当啦。我哋一跳个分场，跳到佢死嗰阵时，咁佢死嗰阵时都六十几岁啦，咁就佢仍然你睇到佢张相咧都几威武嘅，同埋后生都 OK 噶，亦都唔算话最靓仔，但系都几斯斯正正。咁喺民国众多嘅军阀里边咧，佢嘅人品啊、性格啊，亦都系受人称重嘅。嗯。咁不如啊，講下佢死又點死啦？咁話説咧，嗰陣時就啲人就話佢有幾種，就話佢嘅死因咧有幾種説法。咁第一咧就係話想1939年啊，咁佢咧就因為食羊肉餃子，咁就牙痛，就去剝牙啦。咁但係點知4日之後咧就細菌感染啦，就令到佢有敗血病就身亡嘅。咁關於佢嘅死亡咧，一路咧都係講話係佢俾個日本軍醫咧害死嘅。咁但系近来咧就亦都多咗几个说法，就系话日本人咧虽然系招降不成，即系邀请佢出任呢个伪政府嘅领导人物咧，吓傀儡政府咧嘅领导人物嘅时候咧，佢系拒绝咗。咁啊，日本人恼羞成怒就揾个军医咧就趁机嚟害死佢。咁啊，呢个说法咧而家有好多疑点出现，就系咧日本人其实整死佢咧对日本人系冇利嘅。因为当时就算是招降不成，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用个军医去搞死他呢，也都对那个日本统治那个沦陷区呢，是即是他们的占领区呢是不利的。但是另外有个说法就是可能是军统，即是我们曾经讲过那个福家人物大粒做的。因为日本人招降不成，一次两次不成，那可能蒋介石呢驚佢留低一個禍患，終於一日會成嘅喎，咁點辦呢？因為吳佩孚嘅影響力，雖然佢下咗嘢，即係一個無兵司令，完全冇權冇勢，但係佢嘅影響力好大，咁樣亦都有呢、這個叫做動機咧，就去揾軍統咧，係去做瓜佢嘅。咁呢個係一個傳言啦，這個説法啦。咁我哋未得到證實嘅，而家都留待各位觀眾自己去判斷啦。咁當時吳佩孚嗰個症咧，就係一種牙床嘅炎症啊。係。咁其實有醫學界嘅權威人士後來咧都寫一個報告，就曾經提及過咧話，當時日本軍醫咧開刀咧係正確嘅，係對症
對症而做，即而做個手術嚟嘅。只不過因為咧吳佩孚當時嗰個病情太重啦，咁亦都係即係佢延遲咗幾日先至到日本軍醫嘅，咁所以咧就一刀落去咧就血流如注，跟住就氣絕身亡。咁呢個中間好多巧妙咧，我哋無法探究，我哋亦都唔係權威人士，我哋只係將所有啲資訊誒俾各位觀眾自行個判斷啦。咁我哋講完死咧，講翻佢威水好唔好啊？係好啦，咁個威水之前，我哋先交代下點解佢會做咗軍閥先啦，由佢細細個開始講起。我哋講個威水先。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咁佢係曾經嗱，上次我哋講袁世凱咧，係第一人，亦都係最後一人。咁而吳佩孚咧，亦都攞咗個第一嘅。他是第一个中国人登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。是啦，他那时候呢这个时代周刊就报道他为中国最强人，就是说他是最有能力在那时候统一中国的，就是最大机会啦。当时他就应该是1924年，他的事业也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。但是最高峰的时候往往就是如果是股票来讲，就是积累一个圆顶，可能会下跌啦。咁佢改完嗰幾年咧，即係積累個圓頂而下跌。咁佢登上《時代》雜誌，因為咧全世界嘅列強啊、英美啊、日啊、俄嗰啲咧，都睇好佢，覺得佢係未來可能係主宰中國嘅命運，所以都投注喺佢身上，先至會咁樣吹捧佢。亦都佢好識利用傳媒嘅，佢個人好識利用傳媒嘅。即係如果係而家咧，佢應該係一個好嘅 YouTuber 嚟嘅。咁外國人都睇我而家。咁佢最威水嘅時候咧，係喺呢個佢做50歲生日嘅時候，咁有個文人啊，呢個戊戌即係戊戌政變嘅主角之一康有為，就送上一對對聯俾佢。咁個對聯咧，巴閉嗰對對聯，但係我同阿邊個威？同老細揮手咧，sorry 啊，咁嗰個對聯咧巴閉啦，木野鷹揚，百歲功名才半幾。下聯咧就係、是、洛陽虎踞，八方風雨回中州。哇，讚得好勁喎！呢、這個對聯。咁佢上聯咧就木野鷹揚咧用個典故咧就係、是、講武王佛咒啊。系咁啊，即系亦都喺河南嗰个地方嘅，咁亦都系啊吴佩孚嘅地盘嚟嘅。咁啊，当时佢50岁生日，话佢百岁功名才半几，哇！呢、這个鞋擦得靓啫，一生啊，即系佢嘅高峰可以再闯高峰啊！而家都仲未到巅峰啊！我讲起50岁生日啦，即系佢嘅生日 party 啦，嗰阵时讲就非常之多人嚟，即系各地嘅军政要人物啦，啲文化名人，即系啱啱嗰位嘅。送對聯的人物、文武百官就匯集在呢個洛陽嗰度，就同佢慶祝生日嘅、哦。咁嗰陣時咧，就應該係已經係佢差唔多人生嘅巔峰啦。巔峰嘅就係、是，咁我哋一跳跳個分場，跳翻佢點樣出身啊？喂，咁講一講啦，佢咧。其實佢屋企咧都有啲錢嘅，即係商人家庭咁樣樣啦。咁然之後佢出世嘅時候都讀得下書嘅、哦。佢商人家庭咧係喺佢父親未去世之前。咁有啲文獻記載咧，就佢曾經娶過一個同樣式皇室添嘅，咁就後來因為咧佢父親早死，咁就家道中落，咁跟住咧就個兄嫂咧撫養成人，咁個兄嫂咧就佢個哥咧好注重教育，即係覺得佢自己目不識丁啦，想教呢個細佬成才，咁啊不斷去供書教學。咁但係個嫂咧就梗係覺得，哇！啲錢留翻自己袋好過啦，俾個細佬真係，或者俾我將來個仔啦，即係咁有個矛盾喺度啦。咁、那個矛盾咧，後來衍生到咧，就吳佩孚係個自尊心好強嘅人，佢忍受唔到個阿嫂嘅冷嘲熱諷。喺14歲嗰年咧，就離家出走。係啊，真係好 in 嘅呢個一個少年嚟嘅。咁佢離家出走做咩咧？就去咗呢、這個一個武備學堂裏邊咧做學兵。學兵即係跟住嗰啲兵大哥咧，即係倒屎倒尿啊，嚇清潔啊，得閒又偷睇下啲武功啊，仲有啲學師仔嘅嘢啦，咁樣當時嘅，咁啊，即係生涯都幾刻苦，但係佢捱到苦嘅，因為佢冇退路啦，佢只能夠咁樣有個即係藏有個寄身之處啦，咁樣。後來咧就有啲野史啊，啲文人報道咧就記載，吳佩孚14歲嗰年咧就跟咗啲兵大哥去咗妓院。哦，系，即系当时嗰个水师学堂嗰啲咧，你知水师系当时嘅好 in 嘅行业嚟噶，系，即系水师嘛，喺海军嚟噶嘛，
個技術含金量幾高嘅。我諗相當於如果現代咧係二炮部隊噶啦，即係核戰部隊噶啦，即係當時嘅高科技嚟嘅。因為你一般滿洲嗰啲八旗兵咧，你騎襲騎射啊嘛，你點識嗰啲輪機啊、輪船啊同埋航海嗰啲知識咧？嗰啲係好即係當時嚟講好高嘅科技嚟嘅。即係你記得甲午戰爭嗰陣時候啊，一個好出名、好壯烈犧牲嘅管帶啊，鄧世昌，佢都留學英國、德國噶。即係通，起碼通英語、德語，同埋航海知識你知啦，好複雜噶。即係嗰啲又要睇天文啊，又要睇天氣啊。即係我哋中學時代學嗰啲 tangent 啊、cotangent 啊，原來都有用嘅，喺航海裏邊用嘅。咁我哋撐下遠咗講翻吳佩孚。咁啊入妓院就俾啲妓女蝦喎，因為嗰啲兵大哥去到就自己入房搞嘢啦，係嘛？剩翻留低佢啦，佢看住啲槍可能，即係負責看啲武器啊之類啊之類嗰啲嘢咁樣。咁啊點俾班嗰啲即係冇生意嗰班妓女搞佢？咁啊想搶埋佢啲錢，咁所以佢咧留自細有個陰影啊，對女性咧有種比較即係抗拒啊嘛，抗拒，即係個陰影嚟嘅。咁及至到後來咧，佢喺個水師學堂咧就亦都撈得唔耐啦，就轉咗去翻翻屋企，即係死死地氣翻屋企。翻屋企咧，咁佢哥咧仍然即係撫養佢嘅。咁到佢二十歲嗰年咧，就考秀才。係考秀才咧，就真係佢行運啦。其實考秀才都幾難嘅嗰陣時。咁但係佢咧就因為嗰個考官出嚟試題，又係試題，試題又另外一條檸檬茶。另外真係另外一條檸檬茶，呢個凍檸茶嚟嘅。咁嗰個試題咧就叫做。其實都不是很凍檸茶，我覺得很普遍啊，呢個係嘛？即係咖啡奶茶。女子與小人難養也。啊！哇！呢個很普遍的啦，即係孔夫子。而家可能考慮而家都仲寫緊啦呢個。但係對於嗰啲一般嗰啲懸父子弟咧，就覺得因為嗰啲泡喺女人堆啊、吸鴉片啊嗰啲人咧，就比較即係覺得啊。唔係啊，幾好啊！即係有啲少年人啊，佢啱初嘗雲雨情啊，咁樣佢唔會覺得女人係難養嘅嗰個年代，佢感受唔到，所以咧就好多人寫唔到啊。咁唯有就吳佩孚寫到，哇，洋洋千言咁樣寫到，係啊，女子啊，咁樣咩？因為佢將佢講到嗰陣時去咗妓院，就俾啲姐姐喺度玩啦。一個陰影啦，呢個一個陰影啦。另外咧，佢自細受過阿嫂嘅氣啊。即係個嫂，你即係俾好多説話佢聽啦。咁樣亦都係使佢嘅錢啊，要睇佢面色啊咁樣，咁佢將所有怨氣咧就寫喺篇文章度。咁咁啱呢個出試題呢個人咧，又係可能都係同路啊，又係俾阿嫂蝦啊嘛，細細個。唔係即係對女人可能有啲陰影，咁所以亦都咁啱先至會出呢個題目啊嘛。係。咁啊，覺得吳佩孚好嘢喎，哇！呢個掂喎，呢個咁啊，佢中咗秀才。咁啊，中咗秀才，其實二十歲中秀才幾好噶啦喎。廿零歲啦，應該23歲嘅時候。二十歲中秀才。咁但係點知後屘咧到22歲嗰年咧，就出一件事，就因為佢咧就自以為係秀才啦，即係你喺鄉下好巴閉。佢係山東人嚟嘅，喺蓬萊，咁啊以為秀才好巴閉，咁啊話即係有少少驕傲啦。咁有一次咧就周圍撞，即係就撞入一個豪紳嘅屋企。嗰個豪紳咧，即係啲我諗而家相對於而家係啲咩？即係投資地產發達嗰啲人，即係地產收租佬咁樣咯。咁原來佢咧啱剝曬衫褲，赤條條咁喺度咧吹緊鴉片。係。咁側邊有啲有幾個美女咧幫佢揼緊骨。咁佢喺度梳扶緊嘅時候咧，阿吳佩孚一撞入嚟，你知天寒地凍，即係一開咗個簾，哇！嗰啲冷空氣都湧入嚟。跳入嚟，佢又驚一驚喎，咁啊一腳就踢咗佢出去。咁至後屘吳佩孚咧又唔信。就找了几个他的同学仔一起去覆桌，就扫他的墙，扫这个收租佬的墙。扫完这个墙之后，收租佬就嬲了，就走去跟个县官讲，就告状了。跟住你知啦，即系富同贵，梗系走埋一齐噶嘛。呢个有钱嘅同一个官，梗系走埋一齐。咁就通缉吴佩孚啊。系。咁吴佩孚要着草啦，咁唔可以喺家乡度即系继续落去啦。一着草就去了北京。哇！着到都輾轉去咗北京，即係佢個志向好大，佢成日諗住我要去啲大城市發展啦咁樣。點去到北京呢？你知啦，莫講話而家北京啦，以前嘅北京都係門高狗大，哇！人哋嗰啲真係唔理你啦，話知你係秀才啊！大城市啊嘛，根本睇唔起鄉下人，亦都好難生活。你想租個地方，租個劏房都難啦。咁點算咧？佢嗰陣時啊，佢好嘢啦，佢竟然咧。
走去北京嗰啲街檔嗰度咧，睇到個算命嗰度咧，好多人排隊算命喎。啊，跟住佢又識啲字喎。佢又因為佢本身係秀才啊嘛，佢當晚就買咗啲舊去舊書攤買啲舊書翻嚟補習一晚。咁啊，聽日咧佢就開檔咯，就開到同人尖教算命嘅喎。咁雖然咧就都叫揾到啖食啦，可以喺京城度繼續住落嚟啦。係。咁啊，咁啊，生涯都做咗一年喎，即係做咗一年算命佬。咁及至佢一到到廿二歲嗰時候，一聽到呢個天津嗰邊咧烈士城報招新兵啊，咁佢即刻撲到去啦，即係佢投不從容嘅，佢諗住係咁啊，都係所以所有軍閥啊、民國嗰啲都係有咁嘅志向噶啦。咁佢投奔咗烈士城報，咁由於佢做過學兵，即係做過學師仔，佢知道兵營裏邊咧陋習。即係佢識服侍嗰班大哥，又聰明，即係擦鞋啊，聰明人。同時佢已經廿二歲啦嘛，長大成人啦嘛，又身體健壯咁樣，咁咧就幾得嗰個少將歡心嘅。咁亦都繼續俾佢有機會讀下書咁樣。咁烈士城報亦都係喺滿清嘅淮軍一個好重要嘅部隊啦，支部嚟嘅。咁但係好不幸咧，後來咧到1900年咧，呢個義和團事件咧。就烈士城啊，壯烈犧牲咗嘅。咁呢個烈軍散咗之後咧，佢又要揾地方啦。嚇，咁你講講，揾到邊度咧？我哋咧就之後去到，不如講一跳到去日俄戰爭爆發嘅前夕啊。係佢咧就投咗，因為嗰陣時咧就係袁世凱旗下就支軍隊嘅，咁就有個人咧叫咩名字？就叫做曹坤。系，咁佢咧後期咧就跳咗去曹坤，咁曹坤咧經歷咗一次事之後咧，唔係呢度有個有個轉折都幾重要講，要補充一下嘅。咁就佢喺烈士城個部隊裏邊咧，即係烈部已經被人即係肢解咗啦，冇得撈啦。咁佢嗰陣時又聽到袁世凱招新軍，所以又去投奔。咁我哋即係回望翻咧，袁世凱係邊度出身？係淮軍出身嘅，李鴻章嗰邊出身嘅。跟住袁世凱建立嘅新建陸軍咧，裏邊又係成班嗰段祺瑞啊、馮國珍又係嗰度出身嘅，所以呢個北洋軍閥系咧，由淮軍啊開始咧，差唔多主宰咗中國幾十年嘅命運。係咁啊，袁世凱投奔呢個曹投奔呢個袁世凱屬下嘅新軍嘅時候咧，袁世凱係唔識佢米奇嘅，即係佢一個小兵嘅，即係最多都係搞三柴嘅啫。咁中間裏邊咧。佢唔係一下就遇到曹坤嘅，曹坤係個貴人，之前仲遇好多困難嘅，好多關卡要佢走嘅。咁我哋下一節再講。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、地中海嘅煩惱，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髮、育髮、防脫髮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